夺冠，包揽了首项，包揽了冠亚军，夺得冠军和亚军，全部是枚金牌。他现在要做的就是享受比赛，疯狂的去加练，突破自我。其实也竭尽全力了，但是过程中有一些细节，如果做好的话，可能会有机会吧。挺遗憾的，没关系，我觉得我这次跟上次进步很大。创造个人最好成绩12秒74。师傅，你应该看到你的徒儿们都这么厉害。加油加油！我们也有点失误了，但是我相信大姐她会把控住的。中国队加油，奋力加速冲击。学生的一方交给了我，我肯定把我自己最完美最完美的发挥出来，我没有辜负大家给我的信任。啊，这一幕太让人动容了，陈芋汐和全红婵两个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，双输的交相辉映，良性竞争，相互成就。我跟他所有的项目都是重复的，我们俩只有一个人可以获得冠军，惺惺相惜的感觉。那位越南选手还在坚持。Я им хочу сказать огромное спасибо. Я чувствовала их поддержку.比较惊喜能来那么多观众为我们加油。中国13岁小将发挥出色，在线少年拉满弓，不惧岁月不惧风。这次亚运会应该是我最后一次了。叶诗文两次暂离赛场，又重新回到泳池。我是热爱拼搏这个过程，日复一日的付出努力，付出你的思考，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最吸引我的。胜利来的惊险，无畏金兰绽放于杭州。我见过你最勇敢的模样，跌倒过的地方，如何对自己喊话，再坚持一下，朝明天出发。远中点那个你为此刻被动手掌。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，用10000个日常搏一颗热泪盈眶，全世界安静把追光点亮，你高举着徽章宣告着未来登场。